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在这里又和您见面了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春天的讯息。春天在一年中代表着生命力，也是除旧迎新的开始，更孕育着未来无限的憧憬和希望。京口瓜洲一水间，中山只隔数重山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好美的一幅风景啊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，只这短短的七个字就描绘出了江南千山万水的秀丽灵气，生机盎然。尤其中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这个绿字，那种动感和跳出，使得无形的春意变成了明媚的春光，充分地表达出了春天的生命力。这首《泊船瓜洲》是北宋的大政治家王安石所作的，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呢。话说那时王安石因为在朝中实施政治改革，推行新法不成而被迫辞官，可是后来宋神宗又召他进京，要启用他。就在他赶路中经过瓜洲时，有一次站在船头远眺，看到了天地间长江波光滔滔，中山巍峨俊秀，山水明丽连绵不绝，忽地惊觉到，啊，春风已经吹到了江南了呀。于是王安石就提笔写下了这首《泊船瓜洲》，记录下了这片好山好水。但是里面的春风又绿江南岸，它原本是写成春风又到江南岸的，写完后觉得不好，就改成春风又过江南岸，又觉不好，又改为春风又入江南岸，后来再改为春风又满江南岸等等，但都不满意。这样来来回回改了十几次后，这个绿字才诞生了，这首诗就因为这个字整个活了起来，而《泊船瓜洲》也因此成了流传千古的名作。说到春天的讯息，王安石另外有一首描写过年的诗《元日》，也是很有味道的。元日就是大年初一，这首诗是这样的：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，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诗中的屠苏是一种草名，根据传统习俗，家家户户在除夕那天要用屠苏草泡酒，等到大年初一那一天，全家大小就一起喝屠苏酒，然后用红布把残渣包起来挂在门框上，这样就有了驱邪的作用了。瞳瞳是光辉灿烂的意思，瞳瞳日就是日出时的阳光辉耀，普照大地，象征新年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。总把新桃换旧符，其中的新桃指的是新桃符。桃符原本是古代一种会有神像挂在门上辟邪的桃木板，演变至今相当于现在的春联。
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在阵阵的爆竹声中，一年又过去了。在迎新辞旧的时候，春风也把暖意融入了屠苏酒中。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这时千家万户都欢呼着旭日东升了，阳光温暖地照在大地上，大家都撕下旧的春联贴上新的，用全新的气象来迎接快乐的一年。其实王安石写这首诗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只想描绘宋朝的风华年节，而是想借此表达他推行新政、去旧布新的政治理想。从他整体的诗作来看，他确实是擅长于刻画那种变化之美的，像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，那种动感和跳出充分地表达出了春天的欢呼。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栏杆中，那种静态和动态交相呼应的美感等等。而这首温暖的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中，也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暖日普照、气象一新的万里山河。清代的爱国诗人张维平也有一首以新年为题的诗《新雷》，写出人们在贺岁迎春时的喜悦。造物无言却有情，美于寒静觉春生。千红万紫安排着，只待新雷第一声。这首诗写的是迎春的情景，造物指的是上天。古人认为上天是创造万物的，无言却有情。古人认为天虽无言，却能够使世间的万物运行。美于就是长长的意思。造物无言却有情，美于寒静觉春生。上天啊，虽然是不讲话不言语，但却是无限慈悲的，它推动着万物生生不息地运行着。你看，像那寒冬尚未过去，春天就已经悄悄地来临了。新雷是春天的第一响雷声，象征着春天的到来。千红万紫安排着，只待新雷第一声。花园里万紫千红的花儿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等待今年的春雷响过，时序就进入春天了，就要竞相开放了。这首《新雷》不仅表现出了人们对大自然美好的礼赞，更表达出了人们对天地间除旧布新的渴望，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。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体悟，像是否极泰来、物极必反等等，都给了人们在困境中许多的安慰和希望。其实造物早已安排好了万紫千红，只等待那春雷一响，万象更新，光明灿烂了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
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会。